秋冬期间在家煮饭仔，当然不少得煮一些暖粒粒的汤面。今次就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香煎鸡扒乌冬。首先我们用绍兴酒、鸡粉和胡椒粉腌一腌鸡扒。我们煲滚热水之后，就加一个鲜鸡清汤的浓汤煲进去。当个浓汤煲煮溶晒之后，我们就加啲乌冬落去，轻轻煮一煮热佢，大约一两分钟就得噶啦。煮好啲乌冬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煎鸡扒啦。好简单，我们用一个平底锅，校到中火，煎到块鸡扒两面金黄色。然之后煎熟咗，切件铺喺乌冬上面，加埋一啲盐西喺面，最后淋上一啲热辣辣嘅鲜鸡清汤，咁就搞掂晒啦。